就是慧能他受到五祖的器重之后，给他袈裟，给他佛法，袈裟就是佛法的意思，然后就令他继承主位。这个主位就是说等于是继承衣钵，就是继承第六祖的意思。那这个时间就是龙翔元年辛酉岁的时间。好，但是呢，因为当时的慧能呢就只有24岁而已，所以以那时候的环境，五祖并没有传给他的大弟子神秀，而传给小徒弟。这个小徒弟呢，又是大家认为没有读书的一个在厨房舂米的苦工，那怎么师父反而呢传给了他呢？所以传给他之后呢，据传就是说担心他被嫉妒而被害，所以就要他赶快即刻离开黄梅，就是离开湖北，然后往南去逃。逃遁呢，这个往南一走呢，隐身在猎人堆当中呢就有16年这么长的时间。然后他再度的遇到了贵人，因为这个时候的慧能还没有现出家人的身份，所以他在宜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这一个时间呢，他遇见了印宗法师。印宗法师 是他等于说剃度师，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贵人。好，那印宗法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他是根据这个《传灯录》里面的记载，他就是在广州，所以其实就是同一个南方岭南的人，住在这个法性寺。好，那他是吴郡的人，他的姓呢是印，就是这个印其实是他的姓氏，非常特别。那慧能呢这时候就跟着他，好，跟着这个印宗法师来出家。那印宗法师呢，他是精通在佛教的很重要的大部的经典《涅盘经》。在唐咸亨元年的时候，他到了这个京师，就是到北京，长安，对，好。然后呢，他皇帝就给他住这个大静爱寺。那后来呢，他并没有接受。然后他就往了齐州的地方呢，去拜访了弘忍大师。好，去拜访弘忍大师，也就是印宗法师也是一样去拜访弘忍大师，然后就住在法性寺。从此以后呢，印宗法师他就开始讲《涅盘经》，就是印宗法师也是一个大师级，也是算是一个能通佛理也能讲佛经的大师级的人。所以当慧能24岁的时候遇到印宗法师，印宗法师立刻怎么讲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了。当他看到慧能来到眼前的时候，也是能够惺惺相惜啊，英雄惜英雄，为佛知佛，所以他看到慧能是个根器，
他就立刻要帮他剃度，就是帮慧能剃度。剃度完了之后，就请反过来哦，马上请这个慧能呢要登台说法。所以一个高人，真正的高人，他的气度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应该是说青出于蓝蓝胜蓝，他知道说慧能将来是能够影响整个，就是说能度更多的众，比他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所以立刻呢把这一个师父的棒呢，就才刚剃度而已，立刻把这个度众的还有一个领众的权利呢就让出来，就让给了印宗法师了。所以这个是不简单，不简单的一个能力。那我们我早上呢就说了一个影片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印宗法师，就是说在这个他们怎么来讲他，怎么来讲这个印宗法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来看首先呢看一下净空老和尚啊，净空老和尚呢他怎么样来讲评这个印宗法师。他讲哦，慧能呢遇到印宗法师称为剃度师，是慧能的剃度师，就是帮他剃度。那印宗法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六祖慧能呢他来听法，六祖慧能得法的时候呢只有24岁，24岁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五祖呢就把衣钵传给了他，五祖的上首的弟子神秀那时候已经60几岁了， 也算是德高望重，但是呢五祖呢是传给了，把这个衣钵去传给了小师弟了。那跟五祖几十年，平常又是五祖的一个助教，可是五祖没有传给他，去传给一个做苦工的慧能。什么原因？他没有开悟，认为说他没有开悟，所以依法不依人。那么六祖到了黄梅，跟五祖见了几次面，头一次见面五祖就把他送到朝房做苦工，过了8个月才又见面，他也没念过书，也不认识字，跟五祖见3、4次面，别人一定不服气，那这是五祖能够想到的，所以呢就赶快传法给他，传位给他呢，就叫他赶快去潜逃了，去隐居。所以他就在当时候的猎人堆里面呢做一些小工，帮人家看着猎物啊，打下来猎物，默默的忍受了15年、那当然经文里面写16年了、时间久了以后，大家就把他继承这个主位呢这个事情忘记了，后来大家慢慢忘记了以后呢，他才遇见了这个印宗法师。那么印宗法师在广州来弘法呢，就是在岭南，那中国的南方里面呢，印宗法师的声望呢第一，那没有人不尊敬，所以印宗法师呢算是真正的大德。一遇到六祖呢，在言谈之下知道自己比不上他，所以呢不但没有嫉妒，而且非常的赞佩他。那六祖没有出家，印宗法师就给他剃了头，所以印宗法师呢可以说是六祖的剃度师，剃度师很重要哦。那剃六祖剃了头，印宗法师倒过头来拜六祖做老师，互为老师，互为老师。这就是净空法师认为印宗法师呢确实不简单，所以作为怎么样作为一个好的老师，作为一个好的老师，大家现在这个年纪
要找到好的老师。南华大学有很多好的老师，我们每一个人要睁开眼睛，要拜师学各种的专业，学品德，学专业，学品德，一生受益无穷。找好的老师，找好的朋友很重要，就这个年纪要认对人啊，不要交酒肉朋友。印宗法师呢，就是可以算是呢，很重要的，我就说这个就是贵人，所以他说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能够这么大气量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好，哎，怎么没有办法？好 ，OK， 应该在下。怎么没有办法啊？在这边，好，我们点，大家看一下，5分钟。